好，刚刚我们带来的是《勾虾哪样》，然后接下来我们带来一首来自姜蕙的歌。好，那这首歌相信大家的一个部分，应该是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会唱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哦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了。对，没错，也是非常经典的歌曲。对，好，这首歌叫什么呢？叫做《舞女》啊，哦，舞女，舞女，舞女应该是那个女生要唱的。对，但我们今天扮演男性。孤男，孤男，孤男的概念，对不对？可能是一样意思啊。其实服务也很像舞女一样，就像面对很多客人。对啊，好，这个只有舞女哦，是一种非常经典的歌，是八零年代的经典哦。那其实一样哦，我们的这个政治人物现在除了要这样从政以外，还要会唱歌啊。你说你是指那个什么科批的？对对对对，我希望赖神在行政院可以唱一些有名歌。他那个，他太偏了。要唱佛经应该是神的。哈哈哈！封麦啊！科批封麦啊！是不是？对对对，原本要帮他提词啊。自从猛男之后，对啊，猛男之后就封麦了。对对对。那他唱完还有另外一首歌，就是那个舞女啊。舞女，对对哈，那我们就翻唱科批的版本。对，没有。就忘词忘一整套。然后在这首歌舞女舞女哦，那